今天是我生日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可不能像往常一样贪睡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什么味儿啊？ 这么好的日子，可不能让这腥臭气给毁了。快，先去洗个澡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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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来了！哎呀呀，快呀！好险的！生日都这么麻烦，我的生日蛋糕，我的生日会，小龙。要不我们直接进入礼物时间？对呀，熊大鸡师傅，我们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。礼物？对呀，你等等。当当当当！哇，真的是礼物哎！是什么好吃的呢？开开看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支笔吗？这就是一支笔呀。这又不能吃。师傅，熊大鸡师傅，看我的！熊大鸡师傅，生日快乐！哇，这么大的礼物呀！还是小龙好，我来看看。这么大，一定是什么好吃的。不管了，拆开看看。当当当当！哎，是火鼠狼！不用跑，小鸡们，你们的终点站到了，当然就是我瘦高高的肚子了。对对，小龙，你怎么拿黄鼠狼当礼物啊？不是不是，一定是黄鼠狼换走了我的礼物。你们两个坏蛋，竟敢偷袭！吉丁，小龙快醒醒啊，吉丁被抓走了，小龙别过来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开门呐，开门呐。别过来。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熊大鸡，你跑不掉了。这是我过的最最最最糟糕的一个生日了。
今天是我生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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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来了！哎呀呀！小龙，要不我们直接进入礼物世界？对呀。嗯。开开看看，嘿嘿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支笔吗？师傅，师傅，看我的！熊大鸡师傅，生日快乐！当当当！哎，是黄鼠狼！小龙，你怎么拿黄鼠狼当礼物啊？不是，不是！小龙，快醒醒啊！今天被抓走了，小龙！别过来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开门呐，开门呐！哎呀，别过来！啊！哎呀，这是我过的最最最最糟糕的一个生日了。今天是我生日。来看看，嘿嘿，嗯，是支笔吗？师傅，师傅，看我的！小龙，你怎么拿黄鼠狼当礼物啊？小龙，快醒醒啊！今天被抓走了，救命啊！这是我过的最最最最糟糕的一个生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老是重复发生过的事儿啊？让我好好想想，刚刚吉宾在生日会上跟我说，当当当当，哇，真的是礼物哎！什么好吃的呢？拆开看看，嘿嘿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笔吗？这个就是一支笔呀，不过它可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哦，它可以让你回到过去的时空。难道是那支笔在作怪？很普通的一支笔嘛。疼死我了！哎，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回到了农庄。我先找个地方美美的睡一觉。我心爱的吊床，我来了！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嘛。我们就要吃到鸡了，太好了！我的鸡！今天一定要吃了它！树狗狗，你真是个天才呀！那是当然了。什么味道呀？这是烤鸡的香味儿。那这味道是什么呢？树狗狗，你有感觉到热吗？走走走走！
一觉睡得可真香，没想到鸡丁的这个礼物这么好用啊，有了它我以后就可以天天睡好觉了，嘿嘿。快快站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爱冒险的伙伴们来 happy， 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。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